据香港媒体报道，由丹尼尔·克雷格最后一次上阵的第25部詹姆斯·邦德电影拍摄多灾多难，既经历导演辞任、丹尼尔受伤停工、片场爆炸戏失控炸伤工作人员后，电影公司邀请71岁大牌女歌手 Grace Jones 客串的计划亦告吹。 Grace 本来将于新片客串，与丹尼尔有对手戏，电影公司已经隆重其事安排最好的住宿与欢迎仪式，让 Grace 大驾光临。但 Grace 抵达片场后不满对白太少，出场时间不够，立即拂袖而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